因为武汉这滥用资源，让世界陷入能源危机的惊吓。到西元2200年，各地爆发抢能源的战争。当时的政府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，是要回到过去的世界，把过去的人养成节能的习惯，才能让能源未这么快就用了了了。所以派一位节能大使走过时空来到现代，教民众如何做好节能的好习惯。这个时阵刚好拄到一年一摆的出巡活动。嘿嘿嘿，到一年一摆的出巡咯，来参加信众吼，愈来愈多了，大家吼真正热心哦。嘿，果然是开几啊十年大客车的阿君伯，今年同款是你带头吼。子勇啊，今年出巡的大型车辆吼，比较早吼加足多了，这段路这么长，我看大家要开油钱未少哦。无法度啊，今年吼大家拢足捧场的呢。您好，我是节能大使。出巡活动几落百公里，我来教大家如何节能驾驶，才能上省钱嘛上环保哦。哦，节能大赛出马，一定有真济撇步哦，赶紧教阮啊！好，首先普通时车就要做好保养哦。一，定期做保养，适时清洁，也是换进气加燃油系统元件，提高燃烧的效率。二，照完整的建议选用适当粘度的车油。三，定期替冷气做健康检查。四，莫凊彩改装车链，车链愈宽走起来阻力愈大，更加会加油。哎呦，你放心啦，车我拢有定期的保养啦。虽然车平常时的保养有确实，也毋过伫出发之前，也是爱阁检查一摆，较安心。除了例行性的五油三水检查以外，阁要保持车链正确的胎压。胎压若伤低，会增加摩擦阻力。除了加油以外，也会缩短车链使用的寿命哦。好，阮知影啦。那无，咱出发啦吼。也袂哦。出发之前，要先规划好要行的路线，选择上好的路线，甲毋是上下班的时间来出发。随时收听路况广播报道，了解当时交通状况，安尼才会省时阁省钱。也阁有无必要物件唔通放喺车顶，安尼会当减少车辆的载重，减少车辆无必要油的消磨。哦，原来阁有这步哦，呵呵，我家记落来吼。啊，险险袂记的啦，这路途遥远吼，我先叫大家将车发动，小暖车一下啦。唔免。即卖车辆冷车发动以后，无需要原地乱车，引擎卖当平顺来运转。而且乱车五分钟会消磨150cc 左右的燃料，所以讲发动以后，咱马上就出发，安尼会当省时阁省油哦。不愧是节能大赛呢，知影遐济，即卖咱会当出发啦吼。哎呦，水王啊，你这么急心要创啥啦？歹势啦，我就想讲，我要做先锋啊。你驶车习惯无啥好，卡袂着就大力踩油门，紧急动车，佫叫一讲真漂撇，其实已经浪费真侪油料啊。汽车起步时阵，油门爱慢慢啊踩，平顺来加速加动车。驶车时阵，唔通强强踩油门，卡省油。在适当速度的时阵，才来换速。车加速到一定速度以后，维持稳定的速度，就会当省油，阁会当降低碳的排放。虽然天气真热，少年人嘛唔通遮尔啊扫兴。袂啦，我拄只吼，冷气已经吹真棒啊啦。安尼真加油哦！车内底温度较悬，会当先将两边的窗仔门拍开，互小风吹出去以后。再用冷气的强度设置主动，安尼就会当省油量啊。拄到天气较凉爽的时阵，把车内的冷气禁掉，吹自然风，
就能达到节能的效果。好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咱大家出发啦！阿公伯啊，你哪会弄到我啦？哎呦，谁叫你紧急动车啦？恁两个拢有唔对。赛车的时阵，应该观察甲判断头前车流的状况，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，尽量保持同款的速度。拄到红灯的时阵，爱事先甲油门放好开，货车自然减速停止。平稳的动车会当减少刹车系统甲车链的磨损，安尼买当省油甲省钱啊！哦，即马我知啊啦。哎，等下吼，咱要上高速公路，冇省油的小撇步哟。嘿，当然啊，像恁这款大客车，伫个高速公路顶头省油的小撇步，阁真济哦。一，行车速率上好保持平均的速度，卖挂尾加速减速，卖避免常常变换车道。二，高速公路走车时速100公里，比时速80公里消磨油加大约20%。三，进出收费站的时阵爱提早减速。车顶会当装电子收费系统，避免停车过塞的动作。四，车在行的时阵爱将窗仔门关起来，减低噪音，减少空气阻力。哎呦，我塞十几年的车啦！那是会当早知影有节能的好习惯哦，应该会当省袂少钱了。啊，头前有加油站啦，无大家小休困一下好啦。阿君伯啊，车吼、哦，麻烦你替我照顾一下，我去便所，随转来吼、哦。水王，稍等下，你爱把车熄火哦，因为怠速的时阵，阁是浪费油。大型车每分钟怠速会增加大约30cc 的油量，会排放更加侪二氧化碳。所以讲，若拄到单人增火、下火，也是疲劳、休困这类状况，应该将引擎熄火，安尼较省油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安尼买当省油哦。唔那安尼哦，你的车头那是去倒导流板，佫会当省油大约6%以上哦。嗯，这又佫是为虾米啊？因为会当减少风阻系数啊。外形流线型的车辆，风阻系数较低。较袂食油，恁的火车那是爱更加省油，会当采用车队管理系统，提高派遣效率加优化管理。这招好哦，我要回去甲头家建议一下。其实吼、哦，买车的时阵就应该爱选择较浅色的车身，流线型，重量较轻，加排气量，有节能车链的车辆就对啊啦。这林大赛，多谢你哦！这条路我学足济，拢会当做省油达人啊！无啥啦，我刚才从驾驶当中的节能知识，甲大家讲尔。今仔日学到的，你唔通袂记，爱甲大家讲哦。放心啦，以后开车我拢会记的，省钱又过会当节能救台湾的好方法。好，那呢我完成任务咯，请大家爱做好节能驾驶，唔通危害到咱的后一代哦。让我们大家做伙，省钱节能又减碳啦！